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平凡的人，突然有一天他就变成了一个骑士。有一天，这个骑士骑着马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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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吁啪，碰到了一个长得特别美丽的公主。骑士就为了逗公主开心，于是骑士就说：“那我给你变个魔术吧。”他就把自己的肩膀变成了一个天台，在这个奇幻天台，花会为你开出城堡，日月星辰随你指挥，你可以眺望远方，它的名字叫未来。就算有天你跑得很远，就算骑士在不在身边，照亮我们的是同样的星星。夜晚再黑，星光只需要抬头。要记得，你一生是爸爸的公主，我永远是你的骑士。